台塑关系企业暨网站样公益信托南亚塑胶公司推广在地艺文不遗余力，与树林区公所合作，日前在树林高中举办厂乡一家亲直风车剧团活动，特别邀请知名儿童表演剧团直风车带来魔法森林奇遇记，现场与超过3000位树林乡亲们一起共度愉快的周末亲子夜。台塑关系企业一向致力于我们台湾在地文化的生根，那这次在树林举办直风车剧团的表演，事实上也是我们这个文化传承里面的一个体系，我们也包含到有包这个明华园剧团以及这个易婉然直那个掌中剧团的部分哈。那树林厂已经在树林地区已经建厂40年，身为也是树林的一份子啊，那我在想这个部分有必要针对在地的活动继续的做一个参与。台塑企业捐助成立的网站样公益信托，投入公益活动不遗余力，关怀地方乡亲。活动内容丰富，除了有长庚生技、南亚光电、台塑生医等相关企业摊位，特地与树林区公所合作，提供民众防灾业务宣导。公所贴心设计防灾背包粘贴板，让现场小朋友们来选择该装什么样的防灾用品。也与树林卫生所合作四癌筛检，包括医师现场健检，并请来妇女预防筛检巡回车驻点，提供子宫颈抹片检查、妇女乳房摄影检查等，希望带给地方民众健康。那会安排这个活动，是想透过一个互动的方式，让产业也能够跟地区的居民做一个良好的一个互动。那这次的活动也不单指这个直风车的剧团，我们也结合了区公所以及卫生局办理四癌筛检的部分，让这整个活动能够更加的一个丰富。直风车剧团此次为大小朋友带来的魔法森林奇遇记，是直风车剧团最丰富、创意形式最多元的经典剧码，以越南杨桃树的故事开启了精彩的周末夜晚。直风车以生动的肢体语言、简单诙谐的对话与有趣的舞台编排，与台下的大小朋友们一起互动，不管是大人小孩都看得目不转睛，亲子共同度过丰富生动的周末夜晚。中嘉新闻吴佩珊树林报道。